搞这个沃土搞了几期了，然后江红就跟我说，哎，说我们反正都你看都叫编辑部，好像等于就是我们这是国军总，总得有有个有有个有个封号是吧？他说你那你就当什么理论部主任吧，啊、这彭静呢，彭义东呢？ 就是当然算文艺部主任，主任对不对,對？因为他是主编嘛 <laughs>。那 <laughs> 下面是要有几个分支，<laughs> 就就你为遇到开会要求对外嘛，就有个说法嘛，对不对？有个头衔，这这当然闹着玩儿的是吧？啊，就这个样子的，呃，所以就这么认识的沃土这些人，呃，然后跟江红聊起呢，当然我谈什么言论自由啊，当然他觉得特特别高兴啊，是吧？呃，然后还叫我给他的沃土那些同仁。 一块儿讲过一次，开始啊，那多少人了？十几个人，那个时候也就是恐怕十个人都不到啊，<laughs> 啊在咱们师大、北师大一个什么一个一个一个什么教室里头，他那会儿在那儿工作嘛啊，然后当然大家都很接受、很同意啊，然后这样子，所以我的就就我把它就重新原来写的就重新整理，就整的比较长，就四五万字了啊，就交给沃土去发表的，嗯。 在前前后后，在物资上还发表了一些几篇文章，嗯，呃，也是谈哲学的啦，也谈什么出版自由的啦，这种就是这样子。呃，那段时间呢，就是跟江红这几个人，跟沃土的几个人接触多一点儿、呃。你像王军涛也是民主墙的，但是此前我根本就跟他没有联系，也都不认识他。你在北大不认识的。对，呃，一直到了七九年的秋天了，还是。 嗯，都快放暑假那个时候了，嗯，就团中央就中国青年杂志社啊，召开了个座谈会，找了一些民间刊物的人参加啊，就找了四家民间刊物，当时是影响最大的啊，就是包括四五论坛，就徐文丽、刘青他们的四五论坛，包括王军涛、陈子明他们这个《北京之春》，包括江红我们这个《沃土》和北岛他们的《今天》。 另外也找了探索的陆林，因为当时我尹生已经抓起来了，啊、呃，那探索的陆林还在接着接着接着干，啊，找了这么一儿座谈。那次我才第一次，呃，在他中国青年杂志社那个那个小屋里头座谈，我才第一次认识这几个人，啊，包括呃刘清，包括陈子明、军涛，都是那时候才认识，<laughs> 一批反革命开始认识了，开始认识，北大反院不认识。 但是你还记得中国青年报那个杂志社的社长吗？那是什么关志豪对吧？对呀，老关呐。是啊，老关已经去世了。哦，老关跟我很熟。对，老关人人挺好，人特别好。嗯，老关就是走织了这个人生之路嘛。对对对对。为什么越走越窄嘛？贪小嘛？贪小贪小。啊。后来他调到这个司法部。哦。当了法制。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他后来是我知道，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朋友就是那个。 朱正林，嗯嗯，在那儿工作过嘛，在法制报工，在法制社工作过啊，嗯、他就知道这个关志豪，嗯,嗯因为那朱正林也是他比我晚两届，他八零届的研究生，他从贵州考去的啊，也是因为思想反动，给他呃判了刑了，当反革命判了刑了，然后才给他解放出来，然后那年参加考研究生，考的成绩很好，结果还是不收他，因为有历史问题，好像嗯，结果他呃也是。 呃，就是为此就去写信啦、啊，呃，就去等于当个访民似的。后来人家居然还最后还是收他了，然后把他事儿当一个典型例子，还得报上去去宣传啊。那次那个事儿，中国青年杂志就起了很大作用。 嗯，所以这个朱正林还没进北大之前，跟朱关志豪他们就有个特殊的交情。对，你看那个时候中国青年杂志能够把你们这帮是啊人请过去，真的是胆子很大呀、啊。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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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时候团中央态度是很积极的。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在在民志强呃中间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呃，民他们团中央有个政策研究室嘛，那那个、主要一个叫谢长魁啊，然后还找了几个年轻的，最早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嗯。 唐克的儿子唐鑫，嗯，唐鑫，对对，然后团中央研究室的就包括唐若新，嗯呃，那都是跑来跟民主强人打交道。唐若新后来到谁考嘛？对，后来到后来还不是在秦皇岛当上副市长，然后又搞什么保险，前段时间不又给抓了吗？还行了，还行了，哎呀，对，那个时候哎呀变化。是是是是。是。你要北岛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但是后来我在你们家里见过北岛嘛，对，就是北岛回去中国之前是。 没想到后来当红领巾了。对，<laughs> 人生变化也是很有意思的、嗯。唐友兴被判刑，我们也是没想到的对。对对，嗯、是，我一看很惊讶，哎呀，怎么他，呃，难道他们都跟我们打交道，嗯、他们就是奉命而来嘛。嗯、这个奉命而来是不是跟当时后的邓小平有关系啊？因为我记得邓小平。 我不知道时间前后啊，他接近了一个，嗯，美国的一个专栏作家还是什么？那个是在流水席之前嘛？之前是七八年十二月的时候，但是那个那个讲话传出来了，对，大家就是那个叫罗伯特，什么对对对，这个诺瓦克，呃，罗伯特诺瓦克，对对对，诺瓦克啊，然后这个也不知在哪里，但是他。 哦，这个人后来还还还很活跃的啊、哦，是吧？还很活跃的。但是那个讲话就是使整个的民主墙有了一个合法的基础对对对，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对，嗯。正因为是民间刊物，是啊、嗯。但是一个一个普遍的认认识就是认为，啊、嗯，邓、呃、小平是要利益民主墙，嗯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嗯，嗯还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嗯、他确实当时也想呢，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嗯、你觉得哪一种？我想，哦 他这个当时从，当然我们只能揣测，嗯，呃，但整个来说呢，当时确实他一个整个气候在那儿，你没说之前，别的地方这个呃用大大字报的方式啊，由于你看抗的方式就已经在有，呃在民主墙之前就，从文革之后就陆陆续续没有断过，啊，嗯，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必然的，大家可以想在那种整个大形势之下，民间的社会中必然会有一些人想发出他们的声音。 而这个声音呢，从当时的局面来看呢，对当权的这些文革之后复出的这批人又有利，嗯，所以我当时我后来写文章谈民主墙，我就谈到这点嘛。我说当时那个他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你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不管他们的讲，呃理念怎么想，他们那时候也需要开放，嗯，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受打压的嘛。 他们自己呃都还说还一大堆历史问题说不清楚呢，所以他们怎么能够那个时候去呃挥舞几个什么什么革命反革命的标准？他们自己都还都还是刚刚出来没多久呢，嗯，所以那个是是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啊，在那个机会时候，呃，就是一定的言论活动一空间的出现是必然之事，嗯，所以这是我的当时，而且呢，呃，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啊，这个时间一般不会太长。 嗯，一般他呃，把通过这种方式把过去的很多怨气、很多批评呃，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之后，有些呢就纳入新的正统，对不对？嗯。然后有些，然后就重新设立边界，有有些又不准说了，就、嗯、会就。就那我刚才问的意思是说，就是说他一开始是这么想的，<对>还是一开始我说的就这个？我说他一开始未必有明确的这种这个、嗯、这个看法啊、呃。第一，他本来也就顺势而为。 因为有他知道，那那时候现在已经贴，到处都在贴这个上访的了，也有一些呃，就发表议论的文字了，只不过比方说不那么不那么明显而已啊。呃，在家既然提到这个问题啊，他当以他当时的状态，他当然你会采取一个肯定的一个态度。而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他邓小平在很上他并不是打定主意我非要这样或者非要那样啊。当时肯定他还是觉得呃，这个是应该开放，过去那种那种搞法太不像话。 而且他知道社会上憋了多大一股一一一股能量在那儿呢？他也我想，他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是不是就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运气到了一等，要根本上走向政治民主化，根本上要否定中共独裁的这种？这个也难说了。以他那种经验，他未必不会想到这一点啊。那么他是不是最初一定要打定主意？呃，所以我后来你看他那个关于苏联就这么一个预言嘛，嗯嗯，就是斯大林一死的时候、啊 留下了这个两封信给他的接班人，锦囊妙计。第一封信写,写的，遇到麻烦后打开，啊，然后斯大林一这个这个一死，哦，当然你想啊，那民间党内的各种那个议论就出来了，是吧？麻烦就多了。然后这个接班人打开信封一看，嗯、啊、嗯，说怪我，就是我的人了。所以大家开始批判斯大林的运动是吧？嗯。然后越闹越凶，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麻烦更大了，然后第二封信遇到更大的麻烦，打开一打开一看，照我原来的办法做。<laughs> 你看这两个预言写的很有意思，<laughs> 对不对？讲 <laughs> 的很 <laughs> 对，就是开头免不了你前任做的那些坏事啊，一年 <coughs> 要爆发的，对不对？<coughs> 你你你怪我，对，你都要不个月了。最后那大家肯定那些人肯定要走，要求走得更远，那不行，你还得搞我那套，还得打打下去，啊、嗯，他就这个意思嘛，所以 这，而且我们从经历上见、目睹过苏联。你想，从赫鲁晓夫呃二十大呃作反，斯大林批判斯大林命运报告之后，出现了曾经出现一度的解冻，但是后来赫鲁晓夫本人都在向后后转，都在压制，只不过压制不算太凶。等了勃列那，所有勃列日涅夫都看不顺眼了，他们那帮人把他也搞下去，以后就进入一种比较僵硬的这个这么一个这么一种场面了嘛，这么一种局势。那么一般来说，所以这种情况发生这种情况，我当时就是。 极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嗯，当然预见到了。对,对我当然觉得是。但是，你除了看到邓小平和这个美国记者的谈话，嗯，呃，认为这个言论自由是中国人自由表达的一种宪法赋予的权利，对。胡耀邦在后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是吧？你刚才讲了<对>团中央关志豪，对，其实那个跟我们乐享接触，我觉得主要是胡耀邦这一派的意思，因为团中央团的系统。 嗯嗯，不是玩机，是<对>真的。对，邓小平就讲的那番话就拉倒了。对对对，呃、嗯，主要是团的系统，而且团的系统呢肯定对对这些态度就一直比较友好。嗯，所以就是从民主墙之起，为什么他这些人跟所谓团派那些人关系比较好，就是他们最早是很明确的，就是同情或者支持呃这个这个民主墙这些这些人的。嗯、对，团派自己本身也经过了呃几个阶段嘛，一个。 在胡家胡胡耀邦和胡锦涛、胡庆历史的是非常好的。对，所以现在到了后来就是完全是一个换了。所以你现在叫团派，咱就是这个物是人非了嘛。对，对。全不一样要人都完全不一样了，人的你的进出的人跟他不是一种人了。对，嗯，所以他当时呢，呃，就是这么想。当然，所以我当时就我们呃都估计到，我当时就是个估计。所以我为什么当时想讲想讲想杨论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说。 肯定中国也会出现一个，呃，像当年苏联二十大之后一样，出现一个自由化的阶段，出现一个解冻思想的解冻啊。但是呢，过了之后呢，他会重新关上门。当然，我说我们能不能避免重蹈苏联人的覆辙？能不能趁着他在开门这个时候，我们就打个楔子进去，让他关不上门？嗯，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做一些更扎实的事情。嗯。 造成一种不可逆的效果，这比你当时呃搞一些轰轰动,动轰很轰动的性能更有更更重要，啊！而且我觉得它这这就是个机会啊啊！是但是问题是。 历史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不是按照你合理的逻辑的运行的当然，所以，我当然也知道了。所以我，我觉得我，所以我当然写了言论。我把我我都把话说得很白嘛。我就说，就是他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肯定会关门，他一定会这个样子，一定要趁着这个时候。呃，我们所以，所以我就后来竞选宣言都写的很清楚嘛。不在于我们呃参加这民主运动，不在于我们要说什么、做什么的，先说什么、先做什么啊。一、呃、旦说这个下棋、下围棋要先做两个眼儿、呃，你就活了，你就死不了了。<laughs> 别到头来，呃，我说我历史上给历史上出中国出现了多少次这种局面呢？有时候民主形式一派的好，大家都以为就是这个呃呃这个胜利是不可是是必然的，到头来一阵风吹来，荡然无存，所有成果一点不留下来。我说我们为什不能不能不能那个样子？一定这个时候一定扎扎实实搞点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言论自由就是最基本的。而且我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是谈言论自由的时候，不是你真的去言论自由的时候，你要说一特敏感的话。 触触及到上头共同的神经了，那他可能就打压你啊，对不对？嗯，他没那么好，他就会打压。而一旦他一旦开了头了，他以后就就不太止得住了。你最像民主墙那个时候，好处就在就是整人的都下去了，上来都是挨整的。他们尽管文革之前他们是很多人也做过打压的事情，但是在文革之后付出，他们是通过文革给他们赎了罪了，是吧？出来手是干净的。 啊、嗯，对啊，所以没人就怪你们反右，怎么没人怪你这个？只要你现在是走的这个比较自由化、开放，大家都很都就都就都很都能很很赞成，没人会追究你过去的这些事儿。如果这个时候你又下手了，那你惯性在哪儿？就成了维护你自己了，对不对？嗯，你一件事儿，你像你抓了维京，他以后他要维护这件事儿，你再闹他就继续打压，他就成了这个样子。如果开始没没这个第一个下手的呢，哎、呃，他呃他要下手总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啊，把一些自由民主一些最基本的事情啊，让大家深入人心。我一直想，一定要深入人心，不要呃，因为中国这么大，每一次事情搞砸了就说啊，中国十亿人多少农民，我说你早干嘛去了？你早就该知道，那时候有机会对十亿人说话的时候，你不去说，觉得没劲。 对不对啊？其实就在首京城，就在一些大城市，而就在一个有限的知识圈子、年轻人圈子里头哦，那儿大家就觉得好像就就就挺过瘾，好像全国就那么回事了。那不是这个样子，中国那么大呢，啊，就曾经有过机会。你要你像八九年的时候，你要早点回去，嗯，你所谓搞校园民主，呃，搞地方民民主，到地方去启蒙，那时、个、候没人管你的。对，那个是呃呃，你都从天门，他巴不得他已经如谢重，这个如释重负呢。 你那个时候，你把东西就搞扎实了，他以后他再干想这么干就干不了了嘛。每次啊你地基还没打稳，就朝前头冲一打过来之后，回过头来，我们我们基础不稳呐，怪基础。那你原来干嘛去了嘛？不是没有提供那个机会的嘛。历史有这个机会，在那个时候，你我们就完全就可以让一些最本主义最简单、最简单的道理，让它深入人心啊。因为你说了宪法归归根结底写在人的心上啊，要写在相当一批人的心上，不能挤少数人才行。 所以，我当时就为什么坦言，我去是坦言，了，就就这一条，而且大家都共同体会，包括你当权的人，你现在在位的人，你们过去都吃过这个苦。而现在我讲这个问题，你们都不好说话，你们都不好出来，说这东西不对。所以后来你看，批判民主前，张总也要些讲话了，批这个文章那个怎么样？没有一篇，没有一个人手上讲话提到我那个文章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提。他甚至可以对社会档案这个这个剧本提出一些批评，是吧？对我那个他没法提啊。 因为整个整个气氛在那儿呢，嗯，但是你那篇文章发表了以后，嗯，是不是找你的人就特别多了？嗯，也不见得特别多，也不见得特别多，因为那时候当然我跟他们认识的也不也不太多，呃，当然也就认也就认识，通过那个时候也就认识了一些人，呃，除了北大的之外呢，就像他们包括他们。 呃，这个社科院马列所的啊、哎，余光远啊，他们在那儿，呃，主要是他们那个所张张显张扬，对，那个是啊，包括他们那时候几个年轻人，什么林春、李银河，还有什么张刚这些啊啊，他们当然跟他们就接触就,就比较多呃、啊，所以他们也都都都都这个文章就很就感兴趣。我看后来老陈写的回忆录，也是他们当时也看到我那个言论，这个我们林志强不是看到嘛？你看他本来就认识彭义东，呃、啊，跟王静就是本来就熟。 所以他们对沃土的内部的事儿比较清楚，那别人都不知道不太多啊。他们当然都还是都还是很重视，当然我也很失望，就是呃、啊，我觉得这个反响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大。我想上头那些人有点开放的人我想、啊？他们该也该记住，哎，这是个好题目，把这个题目抓住，哦、啊，把它炒热，那效果就会不一样。 嗯，像一谈呃，这个改革开放四中间谈什么时间点，真的比较就是就抓了一个题目嘛，对，把那个问题扩大化，结果就就起到很多呃一个抽象的问题，一个理论性的問題，但是就解决很多问题，就就就就这个势如破竹嘛，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应该，我都说的那么明白，他们该醒悟过来，对对对，我们先谈这个，我们不谈别的，对不对？而且我们就以文革的经验做个经验教训为例，前车之鉴啊，从、呃、这个问题，就把就谈这个话题。 这、嗯、我就很烧就发现没有人多少主，也有。你像张向阳都写过文章谈这个问题，还有我都对当时写郭罗基是吧？但是把这个问题这么重视的人，呃，提到足够的那个应有的高度的重视，确实还不多。这个也让我比较失望。民间也是这个样子，当然我当然都能很理解，因为民间呃呃知识界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当然我都是很理解。呃，第一，你是从民间来看，民族强的人来看，嗯、呃，他们。嗯 有个太迫切的愿望，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嗯，我认识当时一个民主墙，一个还是挺有名气的一个人，就找找过我。他也挺喜欢李面写个大破头的东西，嗯，就跟我讨论。我就谈了我的想法，他觉得我想法谈的很对。但是他就说，嗯，那那那这不，那就不是就你一个人说了，嗯，就是那我说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啊、<laughs> 就是<你>、就是、我就说，人家也想表达。不用我，我想<对>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 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嗯，这么多的文学作品、嗯，对，有这么多的所谓的反思文章，对，那些反思文章，在我看起来不是真正的反思，啊、好像是反过来一种说法是，是，就是另外一种黑黑白分明一点的说法，嗯，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感性女义？你说中国文、嗯、没有文学家吧？有些文学家的文字写的还并不差，嗯、对，但是你讲文学家的作品、电影作品，嗯，那根本就包括你们哲学界的这个作品嗯，嗯。嗯 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思辨的力量是不是就比较缺少，还是怎么回事儿？嗯、就是说，在这么一场运动，还是他浮在个人的这种感知，有一种动物的感知的能力，可能是很敏锐的，可能是很动人的，嗯，对吧？但是他没有一种，就是说抽象到一定程度，能够真正有一种思辨的力量。你是不是对这个？ 跟这个民族有一些关系，跟他的、嗯、当然，他从文革是从民主强时期，也就是七九年、七八年、七九年、八零年这些年，就是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知识界，尤其是年轻人中，就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但这个东西那段时间，当然也这点也让我多少就是呃有一些失望，就是说出来的好东西不像我估计的那么多，而很更多东西呢，你看的是是急救章，对，是形势好了他才出来的，对。啊 要是形式不变他也就算了<对>，我觉得那么多人他应该应该像我一样啊，是啊，就早就憋着劲儿，准备好多少多少东西在那准备着呢，对,对不对？准备好了在那儿啊，压箱子，等到哪天觉得气候合适就拿出来。应该是你看，你包括什么北岛他们这些诗，人家好的都是原来写的，都不是七八年、七九年那个时候写的，对不对啊？嗯，啊，都是什么语乐课那个时候，都是都是在此之前写的啊。 你急救一张，也许就临时形式变你就受了鼓舞这么写，那当然也不错，是吧？但是呢，就说明没有多少人事先就在下下功夫。嗯，不，按说这点儿，而且这种形式演变应该一般人都,都都都能看得到的。另外，就算你看不到，你也会认为，嗯，那么这个时代你有这么些想法，这么一些看法，你观察这么事情，你觉得值得写，苍之名山，你也你也会被写下来呀、啊，是吧？这么一来呢，呃，当然这个造成原因很多。 呃，我觉得你还是客气了，对，就是就是或者表面了，对，就是你觉得他们是急就章，呃，或者是他们固定的东西写的还不错，其实在我整整体看起来，嗯，是不是这个名作它不是没有经过思考，是它是不是缺乏一定的思考的能力嗯，嗯，当然这个也不也不完全尽然，因为你看这共产国家中这所谓的东西，呃。 你要拿很高的标准来要求，那别的国家好的也不太多。俄国的会好，有、呃、些。俄国的东西就完全不同啊<对>因为有些国家是很小嘛。<对>你要比的话，还是要比大国。当然，我觉得这个不肯定是不能让人很满意。你包括这个俄俄罗斯，对吧？对你就是说这个现在是一个有有普京这么一个人物，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个他的这个关于这个托洛斯基的这么一个电视剧啊，嗯嗯、是一个电视剧。 呃，他当然，呃呃，列宁呐、啊，就是斯大林呐、啊，嗯、还是比较脸谱化啊。托洛斯基这个人写的挺啊<对>、呃、不错的，他不仅是他，呃，跟这个这个，呃，跟这个弗瑞达啊扯、呃、在一起对对啊，说性是一切的。马上、嗯、要办展览嘛，你知道吧？你我不知道。呃，弗瑞达的展览二月八号在布鲁克林。 哦，是吧？是一个什么展览？我不知道，你在网上去查去。哦，是关于这个的。因为我爱喜欢这个东西，我特别查了，赶上跟他我说。哦，我我也去参加，我也去参加，我也去看看。但是你就在那个剧里面，你就发现对人性的思考，是对历史的思考，是是，对苏俄这趟变革的思考，是是我看，是的，是的。中国的作品你没有看到的，对对，是是。呃，但是你要说文学作品啊，你说社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多少高度。 那你说这个这个哪个国家杰克的这个作家，对对对，生命无法承受之轻，对,对,对,对吧？对对你说他的这个对对这个作品反思<对>的程度不高，对,对,对，当然这里头呢，我，你觉得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面反思的有那么高我？我当然，我当然觉得是真是，呃，不能让人很满意，这是肯这点是肯定的，呃，那据我的观察呢，呃，当然原因很多，嗯，那首先是很多人呢，相当优秀的人呢。 呃，因为那么多年的运动，都已经灰心丧气了，都都放弃，无形中放弃了。就是本来特别有能力的一些人都放弃了，所以那肯冒出来的人，往往就是就是就跟我谈地下文学一样，那最先冒出来地下文学都是浅层的地下文学，深层地下文学肯定出不来的嘛，对不对？因为呀，它只有比较浅，嗯，它才和现实的冲突不那么大啊。然后气候稍一改变，它就成了地上文学了。那更深的地方。 他太反现实，太反现状，所以那些人他知道他拿出来上是，呃，当局所不不可能容忍的啊，所以他也他也不会拿出来，或者拿出来也不会是不会什么传播啊，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说那些有有一些更好的东西，恐怕很多就胎死腹中，有的就就是就,就无疾而终了，这种情况也很多。另外一条呢，就是有我我从中国情况可以观察很清楚一件事，就是正因为有苏联东欧的例子先例在那儿，很多人。 一开始就想好了，把这结尾都想好了。但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既然客栈要开门，我们趁这机会把这门就给它卡住，让他关不上。对他想，既然要开门，最后要还是要关。所以一开始我就把自己的尺度弄合适，让你关的时候我也在里头，我都进去了，对不对？没错，不会惹麻烦。<laughs> 那因此，那很多同学就那我干嘛当所有人情呢？那不是给流放了吗？对。我不要写那么凶的。 我你看，有个有些苏联作家，你二十大出来，你写了些，也也挺接触现实的，挺受在国际上的很大影响。到后来气候变变了，他也没事儿，对不对？哎，他们就愿意当那种人，什么艾托马托夫啊，他们就喜欢当那种作家，先就给自己打定了主意的，知道免不了会有个开放，会有些新东西出来，比如说谈人道主义。为什么谈人道主义成了一个热门题目呢？就苏联就谈呢，而且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还是谈，还是答应的，那个是是那时候正统的了。 虽然到后来，他这个东西越来越没有它的批判性，因为本来就是很虚的东西嘛。当然后来就没有什么批判性了。嗯嗯，那么他就可能就先就想好一个角色，就希望趁着这个一个开放的时期，使使自己的东西既能是又是好东西，同时呢又能被新的重新建立起起来的体制所接纳。 嗯，有，很多，当然很多，其实我不知道，我我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还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这些人，呃，不是，就是对，这是，即算是这些人，啊，放弃了功利，对，他非常勇敢，对，他已经彻底对体制进行否定了，是是，这个是不用怀疑的，是是是，只是说这个里面出现两个东西，一个是非常浅浅的你，对，没办法，第二个呢，他比你还更有力量去对社会产生影响。 就是你这里想半天，<是>哎，你这里逻辑半天，人家一个浪就把你掀翻了，对对不对？对是他把最后一个力让别人把门给关掉，对，你也无可奈何，对,对不对？对，对是不是这样？当然，当然，啊，所以这样一等，你说这个哦，你说这个，当然我当然当然也当然,也当然也有了很深很深的感受了，是吧？嗯，你想在特别在那个时候，那嗯，你想我当然希望，不管是文学上，或者政治上，或者哲学上，有些这个。 更好的、更优秀的东西出来，而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东西出来。你看完之后能够入我们的法眼的人，真是寥寥无几。而且能够觉得好的，那就是 OK 那个程度，对不对？当你觉得啊，这个真棒，嗯，就找不出来嘛。